偶像剧你有念大学吗？杨副总何浩晨在戏里走哪哪就是伸展台，尤其大长腿长到不可思议，网友觉得太惊人。你不要命了？谁叫你连五分钟都不给我啊？等一下，这个腿跟发财车一样高哎，完全没有卡住的感觉，太逆天！既然腿看完了，其他地方也看一下好了。妈妈没有在敲门的啦。子浩，子浩，妈，你敲个门嘛！臭小子，我是你妈哎，敲什么门呢？还害羞呢，真是。你一定要看哦！好，一定。我要洗澡了，你先出去，先出去。哎，今天的董事会辛苦你了。妈。啊。好。Love you。I love you too。哎呀，既然又都看了这一段，那就顺便再复习一下超可爱吃醋。哇，我们的榜首跟在菜市场的时候好不一样。小爱，根根，你怎么会来？你戴这个好可爱啊！庆祝你上班第一天。这样就对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啦，拜拜。嗯，拜。终于知道真正的靠山在这里，高材生就是高材生，不笨。江董家晚一点再去，先去帮我订两个船景饭店的松吉便当。如你所愿 ，Yes。你来找我是为了这个？不是为了跟我一起吃午餐。我为什么要找你吃午餐？就来口头报告，你的还款计划是什么？这么快就想摆脱我？好。Thank you.